双脚打开，笔尖稍宽，手握棍子中间，旋转一周搭到胳膊上，手往上抬，身体右侧下落旋转360度，身体朝前往后背棍，身体左侧棍子带到前面来，还原动作。背后慢动作展示。慢慢加快，你学会了没？来抖音极速版，看视频领现金。